2012年的多事之秋终于进入了中共18大最后一个月的倒计时，之前的种种猜测就到了快揭晓的时刻了。可是越是这晨曦前的雾霭，越是散发着迷离诡异的气氛。庐山真面目似乎只是藏在一层薄纱之后，触手可及。但是在不同人的眼中，这隐隐绰绰的景象到底蕴含着怎样的真意，仍然是旗舰百出。言之凿凿，却又彼此抵触的说法异常活跃，各种分析判断各显其能，构成了18大之前的一幅迷离纷乱的景象。这一集的事实关心，我们将来探讨几个莫衷一是，但又将对18大的结果产生直接影响的议题。9月28号，新华社公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对薄熙来的处理决定，再度一时激起千层浪。原本已经在公众和媒体中滋生起疲劳感的薄熙来案，再度成为舆论的焦点。这个决定的处罚力度之重，超出了多数人的预期。从古开来杀人案的避重就轻，到王立军的从轻发落，一些海外媒体甚至预计，顺着这个剧本的思路，薄熙来很可能将只限于党内处分，而免于刑责。没想到中共最后痛下重手，指薄熙来有滥用职权、贪腐，与多名女性有不正当性关系、违反组织原则等多项违纪违法行为，开除党籍公职，并移送法办。薄熙来案之所以风向陡转，许多分析人士猜测，是因为中共高层对此问题的处理意见发生了重大逆转。很可能与九月反日风潮中挺薄势力的逼宫，以及习近平在九月两个星期的神秘失踪有关。薄熙来被双开的消息一出，他何时被审判，以及怎样量刑，就成了中共内部派系间势力消长的一个风向标。关于审薄的时机，有两种截然相反的预测。一种预测是认为薄熙来会在18大之前受审，以胡锦涛、温家宝和习近平为主的倒薄力量，将用审判薄熙来为18大清场，将挺薄势力在党代会之前就清扫出局，使其没有机会东山再起。这种预测得到了许多海外媒体的追捧。英国的《泰晤士报》10月15号引用消息灵通人士的话，支持这种观点。海外中文媒体《明镜新闻网》甚至在10月14号称，薄熙来将在10月15号左右于河北或湖南受审，但是10月15号预言中的审判并没有发生。对于薄熙来将被速审速判的消息，也有一些人持不同意见。在上面《泰晤士报》的同一篇报道中，一位曾在古开来案中代表薄家工作人员的律师表示，检察机关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做好准备。10月15号，人大委员长吴邦国主持召开委员长会议，宣布本届人大的第29次常委会会议将在10月23到26号举行。会议的内容之一是审议个别代表的资格，被普遍解读为将罢免薄熙来的人大代表身份。鉴于中共将在11月1号召开17届七中全会，11月8号召开18大，从罢免薄熙来的人大代表资格到18大之前如此紧凑的时间内，能否完成对薄熙来的审判和定罪，一些分析人士表示怀疑。薄熙来案的惊人进展，显然是影响中共18大前政治氛围的重要因素。现在的问题是，它是否还会有更惊人的进展，又会对党代会的过程和结果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让我们先来听一下本台资深评论员杰森博士的分析。现在对于在18大之前审薄熙来，还是在18大之后审薄熙来，有不同的看法。当然，在18大之前，还是之后审，它不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还牵扯到这个政治斗争的方方面面。那么您的意见呢？认为是18大之前还是之后会审呢？我觉得18大之前审他的这个可能性不大，原因是两点，一方面是时间上，不允许，
因为本身薄熙来这个案子很复杂，他就按他目前收集的罪状，要在法庭上一一展现出来，通过一个戏，就是哪怕是作秀一样的，把那些罪状一一列出来，有一个辩论过程，那么呢，这未来这个也就剩个2、3个星期了，其实也就不够，因为毕竟在18大就是11月初就开始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认为他不可能审的原因，就是说呢，因为在公布薄熙来罪状的时候呢，已经有一条说还有另外的这个犯罪线索，这句话说出来主要是敲山震虎，就是他的目的就是说呢，如果在18大之前，就是周永康那个派系还有任何的想轻举妄动的话呢，那么薄熙来就是一个震他们的一个牌，薄熙来的罪状就可能引出周永康和其他这个学代派的罪状，所以说呢，在这样的情况下，把薄熙来案放着不审，反倒对那个周永康和其他学代派的人员有很大的震慑作用，使他不能在18大之前再兴风作浪。所以说，就说18大前审薄熙来的可能性不大。当然了，就是本身他把薄熙来的罪状按目前的方式公布，其实已经把薄熙来的这个案子做得比较死了。应该他们不用太担心薄熙来案子将来还会再被翻案的这种可能性。那么，对这个18大本身的影响呢？就是说，这个薄熙来的案子在18大之前审还是在之后审？对，能不能会不会成为影响18大结果的一个变量呢？当然了，我刚才谈到了，在18大之前不审他，对，不是这个18大是这个胡温和习近平这一派是有利的，因为呢不审他，这个剑就悬在周永康的头上，你真的是把剑落下来了，那么对周永康反倒没有威胁了，因为你只要跟习永这个薄熙来一定罪，如果没有牵扯到周永康，那周永康就没有什么顾忌，他可能在18大前还会有什么举措，所以说呢，悬着不审，反倒对这个18大，这个结局呢，对于胡温和习近平有利。所以您觉得是，就是说，只是对这个血债帮会不会进一步被清算，在这方面有影响，那么对其18大的其他方面，比如说政治局的人选啊，这方面是没有影响的，是吗？是的，因为当他公布18大日期的时候，其实肯定内部的这个初步方案都已经定好了。他唯一把这个薄熙来案子悬在那儿不审的原因，就是怕18大前这几个星期，学债派再兴风作浪，就把这块宝剑悬在他们头上。等这个就是说呢，这个18大按如期完成了以后呢，那么下面的话，具体薄熙来怎么审，那就是后面的事儿了。除了薄熙来受审的时机选择，他面临的罪名和量刑是分析人士们的另一个分歧点。绝大多数人的一致看法是，薄熙来面临被重惩是毫无疑问的，至少不会低于王立军。问题是，在此之上到底有多重？与中共官方关系密切的凤凰卫视，10月2号给出的预测是，薄很可能步江青的后尘，被判死缓。9月30号，《明报》则是引用法律工作者的观点，从薄熙来的受贿情节来看，估计是无期徒刑或死缓，但不会是死刑。但是在新华社公布的双开通稿中，有一句“其他犯罪问题线索”引起了中国民众和海外媒体的巨大好奇。这个“其他犯罪”到底有多严重？不仅直接关系到对薄熙来的量刑，同时也关系到薄案涉及的深度与广度，关系到当前这场政治风暴后面是否还有更猛烈的政治飓风。10月6号 ，BBC 登出报道，中国网民揣测薄是否有其他罪状。文章中引用分析人士的话说，这个含混其词的“其他”，作为新华社公布的最后一项指控，可说是最严重的。报道中列举了被中国网民广泛讨论的政变阴谋说和薄熙来制造2002年大连五七空难两项猜测，显然
政变不可能是博一人单打独斗，谋反之事必定牵扯一干党羽和同谋，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被普遍认为卷入其中，而大连五七空难则造成了上百乘客的死亡。海外的博讯新闻网10月3号更爆料，引用消息人士的话说，法轮功所揭发的火灾器官一定程度上是真的，指薄熙来和古开来都卷入了这一骇人听闻的罪行，而古开来更直接卷入运作建立了全球器官销售网络。这一消息被德国之声、法广和香港苹果日报等多家媒体转载。由于通过各种渠道透露出的薄熙来罪行之多超乎想象，不少分析人士进而认为薄熙来很可能将面临死刑。如果这件事发生，那他将是中共历史上第一位被判死刑的政治局委员。策划谋反、制造空难、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这些罪名哪怕有一条公诸于众，薄熙来必定小命不保。对于薄熙来的最终下场以及其政治影响，先听一下杰森的分析。您认为中共所说的这个薄熙来的其他犯罪最有可能包括的内容是什么？也就是说，中共有可能公布的薄熙来的其他犯罪行为有哪些呢？我对中共的这个就是说是的历史上在法律方面的做派是一直是抱着很失望的态度的。对我来说，这句话更多的是政治斗争的需要，而不是真正的他们想伸张正义的需要。当然了，我们都知道薄熙来这个背后有这个和周永康的串谋谋反罪，有这个活摘法轮功学员的罪行，还有其他的一些，就是比如说甚至还可能就是制造空难这样的罪行。他如果本着伸张正义、维持这个法律的尊严的角度，他应该把所有的这事情都就是一一的非常明了的审出来。但是呢，此时此刻他留了这样的一个悬念，在十八大之前，他的主要目的呢是为了他的政治这个压制政治敌人的需要，而并不是说呢要真正的完善中国的法律，让法律得到伸张，让正义得到伸张。当然了，我希望我是就是说呢他们能有一些改进，但是呢从历史上他们做派来看的话呢，很可能只是一个政治手腕，并不一定呢就是最终会把这些罪状一一公布出来。那么对于薄熙来来说，就是说如果这些罪行任何一桩，这其中的任何一桩罪行被公布出来的话，你认为会导致他被判处死刑吗？目前来看的话呢，中共历史上的做法，就是特别是在过去这么30年二三十年，直接枪毙这么高职位的这个官员的，就是像薄熙来这么高职位政治局委员这样的级别的官员的可能性不是特别大。往往就是说呢，很多人判断呢，就是说呢，不会很轻，就是不会说是在他活的时候才能出来，但是呢，也不会立刻死刑、立刻执行，因为呢，就他目前公布的罪行，如果不进一步追究，比如说法轮功学员活摘器官，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罪行公布出来的话呢，那么现在的罪行，目前来看的话呢，其实呢，就是说很可能最多是个死缓，判死刑的可能性不大。当然，这个无论就不管怎么样，其实意义不大的。本身就是给他判死刑，如果说没有把所有的他犯的这个罪恶完全昭彰出来，对他判死刑意义也不是很大的。因为本身来说，法律最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说呢，一个审判的过程，把他的所有罪名就是公诸天下，让所有的人知道他是该死的。如果中共在具体他的罪行上，特别是包括对法轮功学员器官活摘这样子彻头彻尾的反人类罪行不能得以真正的这个公布于天下，而给他判个死刑，那么其实这个死刑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这种正义下的死刑，对中国法律未来的这个发展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正面意义。那么您认为到底有多大的可能性，就是说中共会把薄熙来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这个罪行公布出来呢？还是那个话，我对中共呢历史上的做派一直就是抱着很失望的态度。我希望他们在这次能抓住这个历史机会，跟历史就是做一个切割，最少把这个反人类罪行公布出来，使得新一代领导人和历史上的罪恶至少在这一点上做一个切割。
但是呢，胡温有没有这个勇气做，习近平有没有这个勇气做这个事儿，我们只能拭目以待。好，谢谢杰森博士。对于本届党代表大会的最重要议题，权力交接的人事安排，当前流传的消息并没有比几个月前更加清晰，甚至其混乱程度还有过之而无不及。下面请雪莉给我们综合介绍一下。谢谢肖明。对于最关键的政治局常委人选呢，七人代替九人，基本上成为媒体共识了。七人中呢，只有习近平和李克强不存在争议。余下的几个席位啊，一直是揣测纷纭。海外的明镜新闻网是不断的发布猜测中的常委名单，并推翻自己早先的预测。十月八日，该网站又登出了惊悚标题：“十八大布局料有惊变。”在十七日拿出的最新名单里，被认为铁定入常的中组部部长李元朝居然被剔除，而早先被认为出局的上海市委书记余正生呢，再度出现。这样，余正生、张德江、张高丽和刘云山四名与江泽民关系密切的人物都赫然在列。但是另一些人有不同的预测，薄熙来被惩治之重超出了很多人的意料，这让以广东模式和重庆模式分庭抗礼的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呢，被一些分析人士更加看好。近日，香港的《争鸣》杂志刊发消息说，汪洋在陕西考察期间，在谈到所谓革命先烈时表示，以后路近了，我每年要来两次接受教育。路近了被不少人认为呢，是在暗示将晋升入京。纽约时报在十月三日的文章《中国退休领导人关心十八大的人事问题》一文中说，除了两名最高领导人之外，还有三个人肯定会入常，分别是李元朝、王岐山和张德江，而余正生、汪洋、张高丽和刘云山则被这篇文章当作是热门但仍然不能确定的人选。为了避免直接的肯定或者是否定造成的预言不准，美国的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呢，干脆是一不做二不休，用百分比的方式来表示十二位常委竞争者各自胜出的几率。就像是天气预报，这个概率呢，只是表示事情发生的可能性的强弱。至于最后是否真的发生了，那只有天知道。既然连政治局常委的名单都莫衷一是，那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委的构成就更是云遮雾罩了。十月十七日，大纪元时报独家报道指称，习近平提出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由差额选举方式产生。所谓差额呢，也就是说候选人的名额要多如应选出的名额，而这个差额的幅度将高达30%到40%。这个消息至少表明了本次换届人事安排的难度之大，远超以往。肖明，谢谢雪莉。关于人事安排中的变数问题，我们来听一下文昭的看法。一些频繁爆料的海外中文媒体最近也在谈这个十八大的常委名单存在着一种翻盘或者是惊变的可能性，那你能不能给我们解读一下，就是这种翻盘是什么意思，它是翻谁的盘，又会翻成什么样？他这个翻盘是说翻之前对名单预测的盘，至于说翻成什么样呢，现在都是猜测，还不是实际的结果。而且由于不同的爆料网站嘛，它的消息来源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这当中啊也体现出了像这些网站放风的人他自己的主观意图并不一定和客观现实相符合，不一定和现实的形势相符合。像你刚才说的那个惊变的报道啊，他这个报道中就非常强调卸任的中共元老而不是现任领导人的决定作用。这个网站呢前几天还说秘密就是近期秘密召开了一个二次北戴河会议啊，来这些元老来重新商讨人事安排，他主要是上两届政治局常委的人选来参加。那么他这里面所说的元老呢，那我猜测主要就是指的是像李鹏这样的顽固派，以及像曾庆红、罗干这些和江泽民关系非常紧密的人，等于是说这些人合在一起现在还能够左右大局。特别是这个网站说本来已经很多人认为铁定入常的那个中组部部长李元朝被踢出局了，那等于是说江泽民、曾庆红啊这些人还能够否决，就是他们有能力否决胡锦涛的关键的人事安排
等于是说这个意思。那么我认为这就和现在的这个胡锦涛的优势已经得以确立的这个形势呢就不相符合了。那么如果把这个翻盘是解读成就是在这个十八大前会出现一些意外的情况的话，那么你觉得会给共产党的施政方向带来什么样的实质性的转变吗？其实说这个翻盘呢，就算是有意外，我想也超不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共产党的顽固派，特别是身负有血债的这些江派人物，他们最终打破了这个胡锦涛的人事安排，当然我认为这种可能性比较小，这是一种情况。另一种情况呢，我认为其实是顺理成章的发展啊，但是呢，可能对于相信江派消息来源的人来说，会是一种意外，就是最终的结果啊，会打破之前江派所反复鼓吹的人事安排这个盘啊。如果后一种情况出现的话，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啊。那当然它会带来一些改变，比如说它会今后会收缩这个政府的行政干预的范围，让社会组织发挥一些社会管理的职能。宣传和政法会从常委中出局，维稳的方式会调整，统战的地位可能会上升等等。那么这些情况如果发生的话呢，它当然会带来一些改变。但是如果要问这种情况发生，它会不会给中共在短时间内带来一个结构性的和根本性的变化呢？是不会的。那么这些措施会不会能不能够足以让中共应付目前所面临的危机呢？也是不能的。未来的政局会发生怎样的具体变化，现在看起来还是比较扑朔迷离的。但是有一个简单的事实，我想还是非常清楚的，就是现在中共所面临的各种危机，它这种巨大的惯性，绝不是一些小修小补这种力量就可以扭转过来的。好，谢谢文昭。2012年对于中国人来说，政治的戏剧化已经成了家常便饭，但是再迷离的戏剧也有结果揭晓的那一刻，也有落幕的时候。正像本节目在今年早些时候所说的，中共所面临的危机如同风动的坚冰，只要在坚冰层上敲开一个小口子，坚冰的表面的张力平衡被打破，这个裂缝就会不可避免地延伸扩大，直至坚冰断裂。王立军和薄熙来就是凿开这条裂缝的人。中共的十八大是危机的解决，还是危机的进一步深化和扩大，让我们拭目以待。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时事关心》，我们下期节目再见。